教皇殿下。娇娇镇魂锤，巍巍昊天宗，天下第一宗门的传人偏要逆天行事，这注定是场灾难。逆天行事，是唐昊逆天抗命，还是你千寻疾自命为天？大胆！三个封号都亡，武魂殿区区八个魂环，何必自取灭亡？唐昊，武魂殿无意与昊天宗为敌，把它交给我们，我放你一条生路。想要伤害他，就先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。阴魂孵化，天喜攻刃，昊天锤，乱披风。如此威力，不愧是昊天宗百年来头